梅香伫遮呢，甲咱的道亲请安，嘛甲咱的道亲问好啦吼。啊，伫咱收音机声九点甲十点这段时间，是梅香人生的时间啦吼。人了那好，拍拍手；人了那无好吼，批评指教一下吼。啊，咱讲九点甲十点，一点钟六十分钟呢，甲五十七分钟会当开讲呢吼。所以咱的道亲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啊吼。出恁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需要药品的寄送啦吼，用药款速查公话小盘香普灵灯虫草王三高宝，或者是讲吼，出恁观世力吼啊是讲印加果油啦吼，啊是咱。哦，有咧有平常时有咧保养咱的胃肠啦、肠胃健康啦吼，卖让咱的体格受膨胀呀呢吼，咱的这个吼益生菌啦吼，多美千益生菌是很好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那牛樟芝有咧食，加减啊食就加减啊用啦吼，上无啦精气神的比别人较好啦吼，来咱今麦来安排这个龙华回归香。这是有咱的吼，啊，师姐啊，尤师姐所点播的，然后伊讲听这地拢啊，足感动的吼，来咱今嘛做来收听龙华会的归乡。声声落花。
为什么咱内心爱念佛，心性嘛爱念佛，讲念心内佛，心意就坚定了吼。逆境打破，顺境行，人靠内佛冲逆境，念靠不倒是精神，心清如镜不贪利，地开自然好受持，正真无私福自添，道真深妙爱珍惜，心平气和无不染，言语温文说天地，消无言语静心境，虚空心灵上天游，有相无极回娘亲，心灵深处念念修，悟出胜利出头天啊！吼，这就是要甲咱讲，咱即马吼爱磨心性、练心性。逆境呐来的时阵，咱就是爱有法度呢吼，甲这个逆境呢吼，安尼当顺境行。先啊讲爱甲逆境当顺境行，咱的即马这个吼，咱讲经济啦吼，嘛是有真济吼不如意的吼，做生意啦吼，不管讲咱是伫吼一个是一个。哦，观光地区做生意，或者是讲伫倒位，或者餐店、餐饮业，然后啊，咱尤其是吼、旅游业啦，它都有吼、很多的吼、咱讲无奈啦吼、啊，这个无奈不是咱讲话解决就解决，吼、因为这是世界性的危机啦吼、所以吼、咱母娘甲咱讲，内心磨练，吼、内心。爱念佛，心性嘛爱念佛，忍心耐磨，吼、逆境爱打破，吼、过来就是讲练，就是咧训练咱这个考磨考验，咱即马目前这个考验，你莫咧去甲冲，你那个冲过这个逆境，吼、现在的逆境就是什么？你有了生命才会有希望，然后啊，要讲起来。生命就是健全，身体就是健康嘛，吼、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健全的身体。哦，咱即马唔只有讲有未来的机会，哦，啊，咱若无未来的机会，就是神通，咱讲健康出问题啦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咧讲，咱有真济吼，啊，咱的道亲拢了解啦吼、哦。世局如此，智慧就爱开啊吼，爱、知影讲吼，真正即马这个时阵，吼、未来啦，咱要拼是啥？要拼是吼、咱讲有健康，过来就是讲。啊，咱这个吼、瘟疫啦吼、有法度吼、咱讲撇开迄个灾难，迄只正讲是吼、啊，咱即马目前要做的吼、但是你讲啊，无未生活就是未生活，未生活就真困境啊吼，未生活嘛真困难啦吼、啊，有个人吼、咱讲唔是讲吼、几辈见就能救你一辈子啊，也不可能吼、咱有偌济。啊，几千块开开嘛是无去啦吼，只是讲咱呢爱耐心忍耐吼，智慧若开，咱爱知影讲吼，幸福是伫后边啊，但是咱一定爱周转咱的健康，周转咱的家庭，过来就是讲心吼，甲放哦安尼吼，啊，卖讲遐急啦吼，愈急咱身体愈歹吼，要悟就是爱悟一个讲吼，啊，既然吼是安尼拄着，就是做。啊，有法度去甲洗，咱就甲咱讲转啦吼，要安怎去甲转，咱就甲转啦吼，转看会开无吼，啊，转啊会开就咱来啦吼。所以咱有时阵吼，母娘定咧甲咱讲啊，千点绕体吼，嘛有个人讲千点绕体，是安怎讲难留住，因为你看咱风太大水啦吼，啊，甲你弄落来安尼，啊，厝嘛歹咧，啊，楼伊嘛楼去啊。哦，啊！你讲厝老伊，吼、哦，啊！你敢搁找转来，未转来？车老伊嘛找未转来，吼、哦！啊！咱即卖拄着即个洪水泛滥啦，吼、水灾啦，吼、啊！过来着大火啦、地动啦，全部拢加做火，所以讲千点绕体难留住嘛，吼、哦！就是讲世俗无常，万事拢已经拢变迁啦，啊！唔是干那咱上可怜嘛，唔是干那咱上悲哀啦，吼、哦！世间人甲即马即个吼、哦，咱讲流年啊吼、哦，现在的流年啊，诶，即个温度，咱应该爱有法度去听哦，吼、哦，阿妈爱知影。
岁月已经开始在转变，啊，世局也开始在转变，所以说茫茫世道无变化，说修道也可以怎样，可以让我们静心通闲，最主要就是说苦海，苦海来了，咱也遇到了，啊，咱自己是要时刻，要检点，要去了解一下，这个世局本来就是这样，困难吼，嘛是着爱忍哦过啦吼，这嘛是一种吼，咱对咱家己的取舍甲鼓励啦吼。像咱的这个吼，较早吼，咱讲先王会甲恁讲一挂吼，咱讲道理师门，伊讲根治内磨，什么叫根治内磨？根治内磨七月天啦吼。监制耐磨七月天，像咱即马即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吼，今日初三吼，啊，咱讲鬼月其实叫做慈悲月，然后慈悲月，啊，咱即马吼拄到即马吼，咱讲农历个、国历个夹夹做伙，咱八七水灾也嘛拄到啊，八水灾嘛拄到啊吼，拢是同迄个日子啊吼，啊，但是是十二年前个代志啊吼，十二年后。所以跟你说根治内磨七月天，哦，这个七月啦，哦，所以说自主孝劳多自省，哦，苦尽甘来得悔过，恩人共勉心性，哦，心性生啦，哦，磨砂现字出现时，很多自我可了知啦，哦，去做大道令脱苦，一条功行可主持，说了我无常非圣机，半生半凡可修持啊，定心回照道气之，就是咧讲道气珠啦吼，自然妙应定爱敌啦，啊，就是讲着吼，咱即马拄着这個，啊嘛是着爱安怎吼，有诶古早人吼，拢会骂人啦，袂讲吼，啊，即个人吼，啊去讲陷害啦吼，啊甲咒诅啊，会有时啊甲。不是要讲骂啦，骂讲不得好死啊，天打雷劈啦吼，啊无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咱即马人唔免甲咱咒诅，嘛唔免甲咱，嘛唔免人甲咱，唔免人甲咱骂，嘛唔免人甲咱惨啦吼。其实吼，拢大家吼，拢是吼，来到这个时阵呢吼，啊，咱个欲界世界当中多么相混乱吼，这有形的战争啊，无形的战争啊，拢同款啦吼，啊咱。无迄个所在通好报复，你知无？因为毋是人甲咱纠缠，慢慢毋是人甲咱骂，嘛毋是人甲咱咒诅，讲要互咱安怎，要互咱安怎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即马吼，若无包装这个好心，吼，啊，咱嘛无对这个社会讲一挂无应该纠缠的话，其实这拢是啥？咱咧讲的吼，一家子所拄到一个困难的难关啦吼，那么社会呢吼？啊，咱每一个人吼，拢唔是故意吼去甲烦啦吼，啊，只是讲吼，啊，咱袂使存侥幸的心理吼，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啦吼，啊，咱卖讲吼啊，有这个侥幸的心理，还是要一步一脚印啦。不管咱咧做啥物代志，咱拢袂使吼，咱讲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，吼，啊，也不能养成不良哎，咱讲不良的习惯啦吼。为什么呢？讲愈聊愈深，咱就无在改过自新啦吼。其实人非圣贤啦，什么人无过错？只要咱有真诚、有忏悔心、不离过的这个念头啦，我相信讲吼，我们都还有机会啦吼。什么叫做不二过？不二过就是不要常常去犯啦吼。犯了以后知道错了，吼，咱就要改变啦。吼，啊，若讲唔知影。唔知影唔对，咱无在改变，啊，咱若知影唔对，咱就爱遐制止啊。所以人讲吼，雷雨天啦吼，已经过啊吼，啊，咱即马观世物啦，叹可怜啦，讲唔通好正道吼，人拢是爱有小娘啦吼，拄到煎熬啦，要互相扶持啦吼，拄到问题嘛是爱互相解决啦吼，一个人无偌济力量啦，是每一个众生。哦、有迄个心合作伙，这才是力量啦吼、哦。啊，你顾我，我顾你，哦，你若会顾我，我顾你啦吼、哦。啊，你对我，哦，有关心，啊，我对你呢吼、哦。啊，人讲有迄个实意，我相信讲，搁较无好的天年啦，搁较无好的天年，同款的吼，拢会过关啦吼、哦。因为无好的天年，咱也袂过关，
吼、哦，啊，都大家拢未过关，一定卡关卡掉咧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帮咱，啊，我帮咱互相咧，吼、哦，你出力，我出力，我相信讲吼，搁、哦、较大的关卡，只要合作，吼、哦，只要大家有心要突破，我想应该困难也不会有很，吼、哦，未讲吼困难甲啥物程度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要努力加油啦，吼、哦。那慈天必生公咧，吼、哦，咱。有人吼咧问讲，啊，即个秋季花卉咱哪会看到27、28、29？迄毋是咱看的吼，这是吼咱六芒星庙数落来日子啦吼。啊，伫咱即个农历的7月27、28、29，啊，咱总是爱甲好兄弟啊靠想一下吼，上无啦，啊，咱要做一个孝书报恩啦吼，咱要做一个吼功德，总是有机会的吼，啊，通哦为咱家己吼做淡薄啊吼回馈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占卜助缘啦吼，过来就是咧讲，咱家己本身咧吼、哦，要做一只吼，咱讲回向功德吼，咱的祖先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有迄个因缘机会吼、哦，啊来慈天必生公来办理啦吼，那、哦、每项非常感恩啦，咱的孙兄师姐真热心的赞助嘛，真热心的支持啦吼。愿、哦、做菩萨。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作菩萨那朵莲，修炼莲心法，永不杂念。花开花落在你身边。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作菩萨那朵莲，修炼莲心花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。性魂的讲啊，吼，讲善本不可说，只以毁我无言呐，都本不可得。
乃为自性心得，有道理啊吼。直至人心建成生活的上生法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咱要拄着讲吼，直至人心建成生活的上生法，要拄。嘛，拄无怎会到啦吼，啊，悟嘛无一定咱悟会出来吼。讲欲求形式，道色表面，非是究竟啦吼。伊讲断然觉悟，打破铁鞋，春卡便应佛殿。真宗妙道，色主有缘成修，即能入觉天。无缘大法，上成于天。人心合天，心即明。海水甲盐本同一处，人性天心不占有分呐、啊。讲佛性皆同，迷我有别，气敌皆面目，便见真人呐、啊、吼，便见真人。在咧讲五级心理啦，所谓的欲修其身者，必先悟其心理嘛吼。欲悟其心理者，必先贫除物欲啦吼。物欲尊心，则理不明也。有道理啊，所以来讲哦，咱人世间人现在无阻碍哈，何事增长短，不思人生若梦啦吼。咱讲无益吼，这就是无益，就是讲无必要的代志啦吼。啊，就咧讲何不珍重短暂的人生，加做淡薄功德，以以后世之福啦吼。讲世上有百会，必先百会人啦吼。离身百会人就咧讲真少啦吼，一百会以上诶，就是我们很难吼去遇到啦吼。倘若有百会，你一步三万六千日啦吼，伊讲转瞬伊记过一旦无常吼，就咧讲吼，较早诶人拢会讲一句话，讲啊人吼不管活久还是活吼安怎啦，不管长啊短啦，人就是爱好死老皮，人死老命吼。啊，就是咧讲吼，人之名有贵有贱之别啦吼。咱讲万古流芳，还是作恶多端，就万代臭名，同款的意思吼。啊，所以讲欲修其身者，必先正其心嘛吼。啊，所以咱讲要安怎正其心，爱先其意吼。咱定咧读的吼，啊，是安怎咱来读这个《达摩诃面论》内底，就讲达摩西来一直无专凭心意用功夫啦吼，这是坚定心意，方不屈不挠吼，无声无息。就是讲人呢，来到这个世间啦，要安怎成就，就是哎，咱讲手大卖招风啦吼。啊，人呢吼，想过头出名，你嘛无机会啦吼。倘我讲清心寡欲啦，不可能。所以咱即马咧讲吼，所谓吼欲修其心，先行悟道理啦吼。啊，咱讲心理呐健康啊，你就会当贫敌勿用嘛。啊，勿用呐尊心吼，咱理对会去哦，这个勿用，伫咱的心肝甲咱撩乱去啊吼。所以讲不舍诸物吼。会压榨咱的心根啦吼，所以咱人是三毒五蕴七情八邪拢总有了吼。啊，咱要去毒，要去这个三毒，去毒，要去掉这个五蕴。三毒五蕴七情八邪吼，这所有的物件拢是会昏暗着咱的心根啦，把咱的心的根压榨了了去啊吼。所以讲见利不明啊，吼啊，见利不明啊，这个物件你就是爱甲拼毒啊吼。所以讲，你甲平除了后，咱的灵光就透彻啊！吼，果心无二，即念，吼，咱讲心无二念啦，即明真理嘛！吼，所谓修心，必先悟理，不悟理即不能行善，不悟心理即不可修，伊就无再修这个礼仪啦，无悟这个心理即不能行，吼，咱讲。要先忍辱，无遐简单呐。一个人要忍要弱，无遐简单。吼，无悟心理就不能得精进吼。咱人心理若无悟，要哪有在了精进？不悟心理就不能发起智慧，不悟心理就不能修其心呐吼。所以咱讲《太上无极混元真经》内底就甲咱讲，所以一心就二念呐，三毒染性难脱苦。
贪嗔痴者最难医啦，吼、哦，出是五心，吼、哦，而这个结缘啦，所以咱讲结缘三结，行为纯正，随时灭灭，吼、哦，咱定咧讲，人咧吼，点点啊咧做件代志咧，较赢你咧讲话交一寡吼，交、哦、盘朋友啦，吼、哦，行为呐纯正的人也见贤思齐呀，哎，幸亏咱自作聪明啦，吼、哦，咱定咧做自作聪明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啊人咧吼、哦，咱讲。人啦，卖安尼加棍加盘吼，啊，卖巧言令色啦吼。我相信讲吼，咱的吼，这个根本应该是 A 啦吼，应该修会掉啦吼。人不守信，一次失信则起人怀疑。所以讲吼，两界失信吼，啊，你着众叛亲离啊吼。所以咱讲话嘛，袂使讲公共的吼，无负责任的啦吼。公共无负责任嘛，袂使啦，嘛一定要有负责任啦吼。那咱即马咧讲到即个讲，面具若脱掉，看会到真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盲人一体，血液互通啦，吼、哦，人以五谷为生，吼、哦，盲啊是以吸咱的血，吼、哦，来，吼、哦，咱讲盲啊无吸咱的血，伊就袂活，吼、哦，两者体，咱讲体舒性同，吼、哦，蚊子叮人觉得痛啦。人打蚊必死，然后啊，形同病同啊，就是咧讲到吼，举足轻重啦，蚊啊甲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是人甲蚊啊差足济啦，吼，诶叫做举足有这个轻甲重的分别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一蚊啊咧靠咱人的血啊，吼，啊是讲只要牛啦，吼，猪啦，蚊啊嘛拢会去甲定到伊咧甲咱输血，吼、哦。但是蚊啊是伊活偌久，伊活无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活较久，但是。定定爱走下蠓仔用，我蠓仔若咧定，咱就带直直飞啦吼。我修道对内需要专心，心无旁骛，自性不动；修道对外需分，对外需分啦吼，对分啥？吼、哦，咱定咧讲，行足救苦，咱爱去看哈。既、哦、传真理分上下，性同纯正方道有所感嘛吼。讲、哦、人若修大道吼、哦，咱讲吼。来到这个所在啦吼，咱人已经吼啊有所体会啊吼，有所体会啊，所以讲天道了道，万法为道啦。讲天人自然了然，一切是空嘛吼。咱在咧较早听咧讲吼啊，人咧食苦瓜啊，讲苦瓜是连什么都苦吼，但是人生一大苦海吼。唔是讲吼，世间人啦，日日拢浸伫苦海内底，无安尼代志啦吼。所以咱较早咧讲，人苦心吼，咱定咧讲苦心经营啦吼。啊，讲苦瓜汤吼，世间人每日东跑，然后东奔西跑，费尽苦心，汗流浃背吼。咱讲汗水吼，甲食看卖啊咧，咱咧流汗的水，你甲食看卖，嘛是苦的呢。吼、哦，嘛是安尼吼，咸咸安尼啦吼。来讲吼，人生啊，都崎岖无平啦吼，无平啦。犹如苦瓜即个标配同款。你看咧苦瓜标配吼，吼、哦、咱讲吼、哦、凹凸起伏啦，吼、哦、让人行来颠倒，不能自在。但人若是忍耐，吼、哦、咱讲讲忍耐劳苦。灼如苦瓜一旦成熟，内中之紫如鲜血之红，然后就敢像修道人同款，经历千磨万苦，肉体伤痕累累，但是有一粒鲜红，道心不变，等到最后必能成果嘛吼。啊，如果来现在啦吼，有个人讲哦，啊，即马啥物时阵啊？啊，即马啥物时阵都免去甲论啦吼。世间人呢，若肯食苦，吼，等讲食饱胜过食。然后食苦胜过食补，然后他唔爱贪心怕死啊！遇到什么代志吼，哎，修道俗语讲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吼。人上人则是圣贤生活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的人吼讲啊，只求三顿，然后啊，就一个应菜水嘛，食到迄边，迄就高早人定讲一句话，讲唔忙做鬼呢吼，啊，搁咧抢无应菜水，啊，咱人讲空心菜啦，世间人每一工。哦，碌碌碌碌啦吼，只求三顿，但是三顿呢，那无鱼无肉，你又搁感觉讲，那就无青草啦吼，食欲不振啦吼。但是世间人呢，唔通贪油草贪伤济啦。以目前来讲啦吼，啊，讲素食吼会比较好啦吼。咱定咧讲哦，营养的早餐啦，一定哦
啊，咱袂使欠少素食啊，蔬菜水果啦吼、啊。咱讲清心寡欲的人，吼、啊，咱讲肉菜当道啦吼。啊，过分的营养就堆肥，咱人就安尼，腹肚安尼吼，不管是在油落落啦吼，啊，人就爱肥滋滋安尼嘛吼。咱吸收了伤济，诶，这个油脂会变成废料啦吼、啊。意思就讲，我咱就可我常咧讲吼，啊，咱食毒咧，佮都去找医生来解毒。那、啊、就是讲，咱家己食迄个物件，吼、哦，食薰、食酒、食咧，咱讲身体无好，啊，再来找医生，医生再佮开药互你，啊，再来佮你解你内底遐，吼、哦，脂肪堆积太多了，会怎样？嗯，大家嘛知，大细囡仔嘛知吼，啊，脂肪肝啦、啊，不然就是什么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啊，血脂肪堆了太多油腻的东西，会把迄个啥血筋塌掉嘞，啊，咱就去称斤啊，然后有人讲无呢，哎、欸，我拢食个足轻的呢，啊，是了他爱去称斤啊，迄原始就是吼、哦，咱有人体质的问题，你凊彩食伊嘛在囤积垃圾。哦，凊彩食食的，有的人足养生的哦，足养生的人不一定活足久。吼、哦，啊，写了哪会安呢？迄个个人的体质啊，无同款啦吼。啊，你嘛讲，唔是咧讲食啦，讲咱你嘛是咧比一个比喻而已啦吼、哦。你吃什么都好啦，反正咱的腹肚足好骗的啦吼、哦。一碗糜凊彩个，哦，凊彩个食食伊嘛饱啦吼、哦。只是讲吼、哦，咱。修吼，咱讲修心练性啦吼，像咱母娘咧甲咱讲吼，要滴献媚降莲花，金庙书字吼，咱讲眼玉川啦，如盘元莲归角落，龙华圣言回君身啦吼，就是咧讲着吼，咱讲这个九龙元莲吼，来到这個世间的红尘，今日咱会当吼轮回吼，伫这个世间。阿未专心，阿嘛阿未回忆的时阵，咱就无多好，吼讲大母娘来去回缘啦吼，千门万教东修天命，吼、哦、要度回，吼、哦、咱这所谓元灵佛祖，但是圣道之行呢吼，行久有时啊嘛会变质啦吼，是啊讲行久有时啊嘛会变质，人伫不得已之下，讲我诸心一动，观地东部民风淳朴，故在。吼、哦，咱即马，咱母娘呢吼，伫、哦、这个民国三十几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伫这个六月十三降伫这个花莲的真灵显圣，吼、哦，弘扬无够啦，吼、哦，度化未定呢，吼、哦，咱讲金山真灵洞啊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花莲是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变成一大圣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地灵属水果普莲花。其他这所有的七祖啦吼，会当尽上连带啦吼。伫咱今嘛咧讲三教圣贤先亲，济益众生，弥陀而大悲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悲痛众生出诸悯之境，念人讲念众生啦吼，一心同源啦吼，济归正道啦吼。啊，咱也是会当安尼是上界好啦吼。来，咱今嘛来听一段。母娘的慈慧啦，吼。木已栽倒，杨枝千秋，灵照天来，万里悠扬。恩泽广披大地神威，九星护驾度永年若水。回去日月光辉。
下与我词汇谆谆教导，真心忏悔，此行隐归，自由进退，无尘无悔，长永生智慧。无量慈悲抚慰苍生痛悔，君占灵山秀水，为我受愿定规。无量生平千岁，汇聚日月光辉，歌颂母娘慈悲。不思归，独自娘亲泪相随呀！不在心中名利中，星空。星空。啊，咱呢爱怎样吼？不如就是要怎样？有啊。对啊，哎有无？有吗？有。OK， 好，拍摄哈，我又把那个推错了哈。来，咱今嘛呢吼，讲母娘的心声啦吼，母娘的心声。伊讲九二三零困凡尘，圣人仙佛救度勤呐，未度羔羊不思回。忘怀仙佛做新修啦，犹如朝廷大海洋，亦无声音海茫茫，结束时至轮回定，莫犯儿女痛断肠。讲你若沉迷唔归乡啦，导致娘亲泪相随啦，不在心中名利中。生死数空亦可怜啊，自挑银花天地人，藏你心中尊德人，赶紧跟随圣佛等，万物再有未成尘，真心学道热身班啊，母子人心体会参，荣华富贵要将返，母子团圆岁月长。所以母娘跟恁讲，修道修心以为重啊，体悟本真人性王，莫再犹如失良缘啊，结恨世人亦不容，盼望儿女早回归，莫再贪迷沙婆罗，多因娘心来体会，多为娘心来体会，速修回向莫丢弃。昔日无早拔结定啊，劝我儿女快修身。早觉回乡见老母，自主爱修五本性，免得轮回再转生。到时痛苦叫未停，爱我真理速速修，修至本性真圆明。化劫度人正道己，无求不能反妖敌。我教同源本不义，弟子加一正心时，修道修心又正心，
爱修道果真易行，劝你回头意说真，静心体会报心情，依然望穿泪满襟，劝囝勤修赞经经，为着重生善佛梦，报宣真理化凡尘。九二禅灵已经困伫这个娑婆世界吼，所以母娘呢就安尼甲恁讲吼，咱若是听有啦吼，听有，咱就有迄个机会啦吼。啊，若真正讲还是没听懂，母娘说的话，我们还是没听清楚，还是没懂，还是没悟啦吼。啊，咱就是还搁伫这个娑婆世界吼，伫咧流浪啦吼。所以母娘甲恁讲，伊唔甘的啦吼，唔甘咱这灵啊囝，即马伫这个娑婆世界吼，啊，即马尤其是即马吼，咱讲。天时必经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驾至清圣啦吼。天时必经，驾至清圣，哦，这是上危机的时阵啦吼，危机重重的时候，大小粒灵智、灵根、灵智啦，拢必须爱提高境界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说吼，咱听母娘的这个训示，听母娘的训文啦吼，咱家己有所准备啦吼，好好的修持啦吼。往昔所作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众生以义自所生。有一天这个国王就叫来，吼、哦，该讲吼，啊，你今日呢吼，所享受的所有一切福报呢，拢是父王给你指引的，然后，啊，拢是父王给你指引的。啊，这个神公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上官公子就讲，嗯，不是哦，
吼，伊唔承认咯，伊就讲啊，我是凭我家己的业力感召的福报。过去世我福报一定足好诶，所以我才会出世来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这个，哦，咱讲国王，吼、哦，咱讲父王你的身躯边呢，这是用我家己的这个啥果报。我较早做了真济善业，所感召福报呢，唔是你赐予我的哦。啊，这国王听了后呢，吼、哦，真生气呢，都命令人讲，好，你既然唔承认，讲你出世做我的查某囝，吼、哦，身为神公。哦，公主呢？这个福报不是我爸母赐予你的，好，你家己较遐敖，你有这个吼、哦，你有功德了，通我甲你感召，就去甲找一个吼、哦，全国上无路用上善的，身躯内底拢总无半仙的一个乞丐呢吼，怎啊甲将这个吼、哦、公主呢吼，甲嫁予伊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予伊独立生活，这国王这种的做法呢，非常的反常，你知无？但是因查某囝嘛无后悔啊。伊讲我对去食，同款离开这个皇宫，吼、哦，无要紧啦。吼、哦，如果那是我家己的这个业感召来的这个业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我就是承认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讲福报是我家己的，唔是父王你指引我，我总嫁到一个去食翁，有一天我嘛是会安怎？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跟老爸讲，有一天呢，吼、哦，我有那同款的有福报啦，吼、哦，绝对唔是讲一定爱依靠父王你啦，吼、哦。途中这个神，这个神公公主就问这个乞丐翁公吼，啊，你有老爸老母无？这个乞丐就讲啊，讲老爸生前本来是上界大这个长老呢，啊，爸母拢已经去世了后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无留半人，互你讲无呢？啊，你有啥物做乞丐？这神公公主就敢问啊，伊讲你还阁会记恁老爸老母住伫迄地无？伊讲会啊，我会记你啊，迄厝都拢倒去啊。哦，啊，就是无再落去修理，所以厝拢倒去啊。伊讲行，你带我转，带我转啊！恁较早恁老爸老母住的所在啦吼。啊，你还会记你讲吼，迄、哦那个所在伫对？伊讲会啊，伊就该带去啊，带这神公公主去吼、哦。啊，看到哇，一片拢空地啊，也无啥物物件。然后呢吼，伊、哦、就讲啊，伊讲来，咱吼、哦，咱两个人吼、哦，伫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咱。爱甲恁老爸老母较早吼，伊无可能讲吼，拢放甲空空啦吼。虽然厝拢已经倒啊，不过咱两个吼较拍拼咧吼，将这厝甲整理理的吼，规该袂用甲断掉，该会用的甲留咧吼。啊，伊就去遐恶啊，你知无？哇！结果呢，因老爸老母呢，真正吼有一串，一个有一盎金一盎银哦，伫咧因迄大厅吼。较早应该是吼厝倒去，还有一个分额吼，人迄个大厅的这倒卡，还有一盎金一盎银啦，吼，啊叫真正叫这神善光吼，这个公主呢恶出来呢，这讲了真奇怪，就去问这个佛陀，你知无吼？佛陀就甲讲啊，伊讲善光在比波斯佛的时代啦，曾经供养过佛塔。吼、哦，又搁伫咱这个家业佛的时代，用足济物件来供养过正像，而且伊的翁婿当时曾经嘛是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伫这个佛塔，吼、哦，咱讲嘛是一个吼，诶、哦欸，有坚定有发心的人啦，吼、哦，来跟随伊，甲人供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这个你见到这个乞丐是上善的，这个乞丐，伊原呢较早嘛捌，吼、哦、过去世啦，吼嘛捌供养过。啊，总讲供养哦，升级哦，才会去带着恁查某囝呢吼。咱讲你呢用吼、哦、这种的方式要试验看讲吼、哦、啊，恁查某囝到底是依靠你来幸福，依靠你来富贵，还是依靠你来得到什么？所以吼、哦，你呢，甲嫁一个上界善的人，啊，你甲嫁这个人拄好甲伊当时较早我那做佛塔的时阵，互相有供养过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好姻缘呐！他佛祖就甲讲啊，伊讲以此果报所感，神功公主生生世世财富圆满呢。吼、哦，伊的翁婿总是拄着公主吼、哦，以前虽然吼、哦，伊有艰苦有果报，但是伊的艰苦呢吼、哦，会去拄着啥？拄着神功公主来共同生活了后，甲公主呢吼，甲、哦、伊这个公主呢共同富贵。所以讲，翁仔某之间呢相望。哦，相较无旺，其实拢是过去生中，这个乞丐嘛是过去生中有甲人供这个佛塔，有做过好事。
今日囡仔千景万景，千选万选，吼、哦，这么侪乞食当中，你才会去选这个乞食来，互你的查某囝做翁婿。当然，伊有伊的福报的嘞。啊，神公，哦，这个神公，吼、哦，这个公主呢，伊嘛家己有伊家己的福报。所以讲，翁阿婆之间呢，上印象，上火象啦，吼、哦，这拢是一个神业的因缘啦。吼、哦，伊若未沾布施供养，伊哪有机会生在王宫啊？好、哦，生在这个王宫内底，业缘若未尽，今生小度的时阵，伊就表现出火王的果报。吼、哦，不然呢，吼、哦，咱讲恶业机缘生息，如此共同，吼、哦，咱讲有做过，吼、哦，咱讲贼啦啦，吼、哦，咱较早哪有做过，哦，讲共同伫山顶咧做山贼啦，哦，共同有偷盗的业力，今生互相小度的，互相相损。啊、所以所谓的忘妻相或是忘夫相，不是谁都忘了吼，只是咧讲吼，你家己的这个业吼业报内底有善因缘内底啦吼，你有没有耗损你的善缘呢？如果你若耗损到你的善缘，你本身有穷业有恶业现前呐，吼、哦，咱有真济吼啊，咱常咧讲吼，陪福消业吼、哦，咱尽量包容对方。才能扭转现在的窘境啦吼，所以咱常咧讲吼，慢慢啊做善事业报就会无啊，福报就会走出来吼。啊，咱上无啦，咱无在做大善啦，上无咱正业并后业哦，正业咱嘛爱养消呢，后业唔能够做吼。即世人呢上无嘛也够有机会啦吼，所以有一寡父母呢，吼咱甲咱这吼、個，咱甲咱这个儿女的姻缘吼啊，甲揪来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是有责任无唔对，但是各自姻缘无同款，所以古早人就会讲一句话啊，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呢。囡仔家己若有福报，唔免父母的钱呐。囡仔家己若有福报吼，唔免父母甲栽培，伊家己都有迄个福报，照样他的前途还是会光明。哦，若是讲这个囡仔就带这个业力来，伊是要来算账父母的，父母看偌济钱，伊就该破偌济啦；看有偌济，伊就该开偌济。这就是咱甲伊的因缘嘛，甲伊的这个吼果报啊。所以讲，有的父母无明理啦，吼，为着吼咱这囝儿是世啦，吼，无了解，咱家己袂晓去忏罪，是安那咱来去招感到这种囡啊，吼，是咱父母爱忏罪。哦、不对的是爱下父母，不是下囡仔呢。这个囡仔诶，这个因果会扭来到你家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过去是对不起伊，对不住伊，哦，伊今日还有一挂因果业债也未吼讨报，那爱伊来要讨报，起码是父母爱先忏悔呢。吼、哦，我听你讲啊，父母爱先忏悔，吼、哦，这个囡仔伊怨心才会落来，吼、哦，伊才会改变呢。啊，咱若讲连这点咱都唔知啊，咱拢想讲啊，囡仔唔对了，为囡仔改就好啊，囡仔唔对了，为囡仔坐就好啊，唔对呢。有时啊，是大人爱生忏悔，欠他他欠，哦，欠他他欠，这是佛陀讲的吼、哦。佛陀讲欠他他欠的这个因果吼、哦、啊，你还是要了，你没有了，你这一辈子想要遇到好的儿女呢吼。哦、欸，啊，会当来对应你来友好你，真正机会足少的吼。哦哎，时间差不多啊呢吼，咱讲一点钟了，十五节就过啊吼。咱期待到明仔载时节善缘，咱再搁空中讲个善缘。那需要香品啦、香款啦吼，还是讲要寄送，咱直接敲电话，还是要参加咱的秋季法会，咱打电话，我叫16045，感恩。